试管婴儿屡次失败，让我很绝望。西医建议使用他人卵子，多亏陈医生帮我中医调理，让我终于实现妈妈梦。德医堂，陈德成医师主理，资深专家重诊，针灸中药帮您恢复健康，主治试管婴儿失败、各种痛症、胃肠疾病、痤疮湿疹、失眠脱发，不孕不育不用愁，请找中医陈德成，2125643324。